宿命的对决下集。这是我们回到了爱迪生的工作室。完成了，这是我跟 NASA 借来的迷你遥控机器人，它可以按照我的意识上面前进移动。乖乖收拾吧 ，Uncle here。哎呀，是谁啊？我就跟你说过，安全保险我们已经买了。哦，是蚁人呢？是你吗？哇，请进，请进，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哎。尤其是有一集你勇闯沙漠式的菊花，这个非常的刺激，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哎。那你什么时候拍第三集啊？那我们可以入境吗？你要干嘛？开始进行破坏计划，麦刀。哦，天哪，我们的家，我们还有30年房贷还没缴。麦刀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？麦刀。眼看着安高霞就要 get over 了。难道事情就会这样发生的吗？哦，电量够，再。啊，看我的，正负极交换 ，OK， 完成。可恶啊，早知道就不把插头放正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被控制了？不可能啊！为您介绍《环太平洋》第三集，预算3000版本。啊，我说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抽屉那么多刀片啊？不要说一天必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我看吃下这一颗苹果，医生也不会来理你的。来，好大啦！哦，对了，不能狼吞虎咽哦，要细嚼慢咽，这样你才消化得了。接下来我们到碎纸机这边，把你最爱的相片删掉。接下来伸出你的舌头，把它删掉。什么还没完呢？你要干嘛？你不知道吗？台湾的房价超级贵的，你们这些不懂民情的人啊，把我们家房子拆了，我们之后要住哪里？露宿街头吗？每天都研发一些无聊的东西，难道不可以体会一下民众的心情吗？哦，这是要表演人体风力发电吗？我想应该不是，应该是竹蜻蜓，对不对？被我猜对了吼！感觉身体快掏空了，我真的掏空了。为您介绍房屋大改造，这里是黄高雅的新家。看起来非常的实惠，据说非常的有人性，我看这是根本就人吧。好了，这可是重要的一根。揪头嘞，收到嘞。哦，找到了。Ready go！ 碎了。